你好，我们是全捷科技，我是高金海，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。现在我们看一下 Brightroom 的功能，那我们就按下去，我们往前它就开始跑，然后往右，然后往左，然后就是往后。那如果你加 Shift 那这边往下，然后你如果是 Ctrl 的话，然后如果你 page up 的话 ，page up 直接上去 ，page down 直接下来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这边可以在这里面可以做这个飞行的这个模拟，就是这个地区的地域的模拟。那这个展示呢就到这里截止，谢谢。全捷科技，谢谢您，再见。